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木。这边的话来看一下日服的一个香水品牌的第三弹联动。此前的话已经出过两弹联动了，然后这个的话是第三次。这边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小测试，就是诊断你适合哪瓶香水。这些日文的话都不是特别懂哎，我就随便填一下吧。看哪个比较合适就写哪个。鱼女，然后这边的话已经把24个角色的香水瓶的海报都已经整理好了，然后大家的话可以暂停看一下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发弹幕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